欢迎又来到五金黑科技的新的一期。第一款隐藏式延长五金，一般都是靠背靠墙，它需要固定这边，然后另外一边就能延伸拉出来，更加节省空间哦。铁质可承重30公斤，拉下来后空间变得超级大，要坐几公斤。第二款小旋风旋转桌，五金配件。把手缝踩下就能够固定这，关键是五金绑在要旋转的位置上，就能够轻易的使用小旋风旋转桌的这个五金配件了。空间直接大一倍哦，还可以使用在中岛吧台北书桌上。三款五金收纳桌，可以利用你没有用到的橱柜空间去收纳你这个收纳桌。来自制 aluminium， 它可以承重30公斤。小家庭都能够在小小的桌面上创造美好的回忆哦。小小的五金，让你的家里创造更大空间。关注我们，学会更多家居五金知识。